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医师拜，你被抓走了呢？这是我特制的蜡丸，捏碎蜡丸，便能放出异象，半里之内皆能闻到，寻香识人即可。 这是你们手艺人的宿命。住手！苏长青，她可是你女儿啊！你为什么要杀她？为什么？女儿？不，她不是我亲生女儿，她一生下来就该下地狱的。要是我，容她活到今天，你现在根本就看不透这一切了。娘。 真是可惜呀，只是有点舍不得呢。你在我身边毕竟待了16年，苏雨，你别害怕，我一定会救你。你别害怕。当我把你从焦叔先生那儿领回家的时候，你才这么大，3岁不到。 没想到，这位焦叔先生还挺有情有义的。开元27年正月9日，开元27年正月9日，是苏雨的生辰。沈佑，你终于想起来了啊！你这个身段断得了什么？又在乎什么？苏雨从小在你身边长大。 你连他的生辰都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自从你全家遭了灭门之后，你心里不愿亲近任何人，因为你害怕失去他们，你怕他们因你而死，可是他们全都因你而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。 苏长青，你个畜生！为什么？苏雨，我一定会救你。
哼，别骗自己了，你救不了他，也许你根本就不想救他，不想救任何人。不是这样的，在我杀第四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清楚我是如何杀人，七天一刻从未变过。嘿，你那时候选择坦诚，让我因误杀了你，就不会有更多的人被杀。包括苏雨，你罪孽深重。 我罪孽深重，你的爹娘也是因你而死。如果你当时交出白玉，你们一家人也许还在享受天伦之乐呢。就算你要了我的命，我也不会把白玉给你的。我们家世世代代守着白玉，不能在我这一代丢失。我迟早会找到白玉，你守不住的。亮。我罪孽深重，是那个，别听他的，我知道你在乎我，是那个，你别听他的，我罪孽深重。恭喜，这都是上好的。 这才是物理，有白磷、硫磺、松香，还有一些樟脑。可否能判断出端倪？都是一些巡查物，只要到西市走一走，那就全都能配齐了。怎么个情况？启禀大人，沈大人找到了吗？在哪儿发现的？就在路边。命令各房的武侯巡街不良人。 虎贲君，全力搜找沈攸，日夜不停。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。是。沈攸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看看人，就这号，是啊，上个月就这些脏人，脏人，上个月来天呀，对，过来。 何止，下一个，过来，走，别走。沈大哥，我好困，好困。苏雨，苏雨，你不要死。沈大哥，你不要内疚。 我的死跟你没关系，沈大哥，只要你能陪我说说话，我就够了。好好的活下去，苏云，活下去。 苏云，你要活下去！苏云，苏云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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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
Thank you.
你可以走了。走，走。你杀了我，我不走。我杀不了你。爹娘我没救，苏玉我也没救。你杀了我，帮我下地狱。你的罪孽太深重，除了你自己，谁也不能帮你脱罪。我自己。对，你自己。来吧，动手吧。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苏玉，我来了。三十三军城外的两道军容，果真如此。若是想要炼化这黑玉，就必须让守玉人献出自己的血。是谁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大道五十，天眼四十九，遁去的那个一，就是你。去，
陈锋兄，我们300年后再见吧。吃点东西吧。我吃不下，7天了。大人，苏长青抓到了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别打着我！别动！救我女儿！别动！救我女儿！不要打着我！救我女儿！救救我女儿！苏雨睡着了，你看她睡得多香啊！哄女儿睡吧。上！你们别穿！我不要穿我女儿！老师，沈英呢？沈英在哪儿？不是我杀的，女儿不是我杀的。沈英在哪儿？火，好烫，烫死我了！烫死我了！火好烫啊！烫死我了！这不是沈游小时候住的地方吗？沈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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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韦大人，你看，韦大人。没有发现任何尸体。再找。是。雨儿，雨儿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雨儿，雨儿，你别跑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雨儿，雨儿，雨儿，雨儿啊，你还活着啊？真怪啊。我总觉得沈游没有死，他只是去了我们到不了的地方。他一定是去陪苏雨了。就让这沾满鲜血的刀长埋地下，愿长安再没有罪恶，真正的长治久安。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
就要，只愿听见你的心在跳，只愿听见你的心在跳。